念头可以改变物质。这个在几年前，我们只看到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，发现物质跟人的念头有关系。我们的善，我们的恶，他知道，他会随着我们念头产生变化。江本博士实验出来的。这个实验被我们的悟平法师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。他下载的时候拿给我看4张，我说赶紧跟他联系。我说这个实验对我们有用处。证明佛经所说的没错。邀请他到澳洲来做报告。他就真来了。对我们的接待很满意，我们就交了朋友。我到东京去的时候2次去看他的实验室，听他的报告。真管用啊，证明祈祷有力量。他琵琶湖了这10000臭水。一次祈祷6个月干净了。6个月之后就会恢复了。就我告他，你最好2个月去祈祷一次。他不就可以长期保持干净吗？证明祈祷是治标不治本。治本是什么？人的念头改变过来，这治本。所以教学标本兼治地球现在这么多灾难，我们有办法来应付会把它变好。